要做自己的女王，每天都要活得超漂亮。最会，你就是女王。是，我觉得女孩子最重要就是要爱自己。对，有快乐的妈妈、快乐的太太，才有快乐的家庭。真的，梅尔根的名言四个英文字，你说啊 ？Happy wife, happy life。真的，对。我最近的幸福快乐跟你也有关哦。哦。这怎么说呢？这有一点小关联，因为呢。是黑人哥的助理阿伟哥教会我网购啊，真的、啊？因为之前我完全不会啊，每次伟如介绍什么，我问你哪里买，你都网路买，讲过网路买，对啊，你还连一条安全回家的路都没有，还网路呢？所以自从阿伟教会我以后，我就一天到晚在那边一直上网买。你平均一天会买多少东西？买几箱？就算小东西。买几箱？买几个货柜？倒不一定每天买啦，你可因为他那个可以每天累计嘛，可以记录下来。你就是一有空档，你就上去选一选。然后明天后天，我大概是一两个礼拜会买一次，好几箱这样。哇，好几箱！你上一个平台，所有都可以一次搞定。对，而且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自从我这样之后，我先生跟我儿子都觉得如释重负。哦，因为妈妈就可以搞定，对啊，不会吵他，对，跟我聊天，我就自己在那边一直玩就好了。对啊，你没，你这个就是小朋友哈。我前天看一张考试卷，你有没有看过？老师出一个题目，家里最恐怖的东西是什么？竟然有一个写妈妈。老师本来说要熨斗啊，或者插头啊，或者这种比较危险物品。这个小朋友好真实。那老师怎样你知道吗？他就打一个勾，再画一横，就是哎也对也错，类似这种。对了，因为我妈妈也蛮恐怖。心理也要辅导老师。对，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很多女孩子啊，爱自己之余呢，可不一定知道怎么样照顾才是对的方法。对，今天来宾专家告诉我们。来，好，我们欢迎今天来宾，首先第一位上班族最爱的保养老师是。大家好，我是谁。生活上的习惯要多加的注意，才能美的健康又自然。时尚俏妈咪伟如，女人不只要当个漂亮的女人，还要宠爱自己，当女王。欢迎伟如，接下来一定是林尚丽林医师。大家都说过了十八岁就要替自己的青春负责任，所以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你要为你自己的青春负什么样的责任。闪亮亮！好，我们看有几个生活的陷阱。首先，我们先从有排名的哦。第三名是作息不规律、常熬夜、黑眼圈和眼袋。最基本的。对，但是也很难防。对，先问专业医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早上跟晚上每个人他的身体荷尔蒙的分泌是有变动的，所以早上的荷尔蒙跟晚上的荷尔蒙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作息非常的不规律的话，你的分泌的荷尔蒙就会大乱。所以呢，有些人会觉得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在熬夜的，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你会觉得你的脸特别肿，或者是眼睛特别浮肿，这个都是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而且你的皮肤堆积的废物呢，跟一些抗老有关的物质呢，它也会因此而堆积。所以呢，你的皮肤呢就会显得不好，眼睛就会开始显得提早老化。对，因为其实眼睛大家可能现在用眼过度看三 C 产品等等的状况嘛。那我今天有带来一瓶眼霜，很特别哦。这瓶眼霜它其实它叫做龙血精华，龙血对，其实它是叫做巴豆素，龙血巴豆谁的血 ？Dragon 吗？巴豆素龙对，它的龙啊 ，Dragon 对龙，龙的血就是对呀、啊，配天后的龙，荒谬，真的没事。龙吗？对啊，等一下 ，Dragon， 是哪一个龙？等一下，是那个龙还是新龙？龙，新龙，天上的龙，天上的龙，真的龙。对啦，等一下，其他的成分、欸、有一个很好看的泰剧叫《龙血翡翠》啊，我不知道，怎么会讲到戏剧性？好了，等一下，他先拿到泰剧，对呀、啊。跟他讲韩剧，他讲泰剧，为什么？那个演员是王一
血统的很快啊。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一个，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巴豆树它是一个树的树脂，然后因为它挤出来的颜色呢，很像血的颜色。有看到吗？所以它又名龙血树脂，了解吗？它的很像那种痘痘挤出来的血，它的别名。别名是龙血树脂，然后呢，它最主要可以活化你眼周的细胞，然后可以按摩，对，然后可以，它是植物性的嘛，然后它可以帮助你眼周循环变得比较好，甚至于你眼周可能微血管壁比较容易破裂，产生黑眼圈等等的状态，你只要轻轻的按摩，你看它虽然是红红的，对不对？会开动的，你按完它会变这种透明的颜色，对耶，不会红红的耶。然后你看我推完哦，我把它推干净，这样亮亮的，你看两边。这个地方是有上面是有推的，下面是没推，看得到吗？嗯，这边比较亮一点，有没有看到？好亮哦 ，Dragon！ 没有看到啊，眼周肌肤会变得比较亮，而且摸起来它不会黏。啊，你整个抹完之后，你就变成龙的传人了。就是那种眼袋的，就是保养。说，然后像我们一般就是上班族，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会擦很多的保养品，可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单擦它没有办法很吸收，然后就是像我就会推荐这个，就是日本之前就是像 Vivian 啊，或者是林心如他们都用过，对，这个真的去日本旅游一定会非常去，而且真的要买到真的，因为它的就是它只有就是这个地方是镀 K 金，可是外面一般有卖的可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金属，便宜的，对，然后你用了之后其实反而效果会很差，然后像通常我就会用就是。这种厚的就是前导液，然后就是我会擦在眼睛周围，然后就是倒在就是你脸就是大概涂完之后，然后就是利用这个，因为它会有很快速的震动，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在眼周，然后顺便按摩，增加就是眼睛周围的循环。哦，它这也在抖，对，它在抖，它在震。然后它其实会加快，就是你擦的，就是保养品的吸收，这样子效果才会有。高级哦！哎，我那支买了8000块，会是不好的吗？八千是真的，8000是真的，那是 K 级的，就是徐若瑄款的。对，如果4000的是王彩华款的。彩华姐可以，对，调查彩妹，为什么会有彩华？对，很没有啦，一开始比较贵啦，现在它因为比较普遍之后，它的价钱会比较便宜。那要拿来用吼，没有，因为其实这样每天倒妆你会发现，就是循环变好之后，其实黑眼圈会降低，而且你只拿来弄脸吧，就对，就脸，因为哪里有一点细，腿啊，或什么。不是因为太小只了，要买大只也才用腿。因为这一只它会有震动嘛，所以米娜它这个可以用它的这个两端的头，震动的时候做定点式的按摩，头这边还蛮好用的，对。而且因为这只真的很多名人推荐，我觉得就是长期使用，重点是你还是要勤劳用才会有效果。对啦，金的。那你这只就是8000的那个吗？对。因为它正货每一只上面都会有自己的标签哦。可是我觉得这时候我就要来问一下专业的老师了，因为像他们刚刚都没有讲到一个重点，你讲说黑眼圈啊、眼袋，但常常我们会不知道说我们的黑眼圈到底是来自于到底是睡不好还是说天生的，然后眼袋到底是卧蚕还是眼袋，对不对？然后重点来了，就是如果睡不着，我们就真的没办法睡着。你的问题是要有重点的，我很有重点。对，我刚才就问了两个重点在里面啦，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是眼袋还是说是卧蚕啊。像我觉得我的是卧蚕啊，所以是桃花嘛，桃花眼，对不对？然后呢，睡不着怎么办？我就会强迫自己。我今天带来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知道推出这个睡眠水，你知道可卡睡眠水可卡出的这个睡眠水，我就狂囤呢。然后因为他说号称这个喝了之后，你就会断片，然后睡觉，然后你真的就是新闻上是说，有人喝了之后，你起床的时候是全裸的状态，躺在自己家里的地板上，真的假的？可以上网 Google， 就是可以睡得很稳，就 对你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去买的，真的，我是因为这样去买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囤合法的，是合法的，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去囤很多，可是我喝了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也没有，没有裸睡，我有确实有期待发生三次，没有睡着，但是就我也没有睡着，但它里面你家的门有关起来吗？一些门有啦，有关起来啦，因为没有，他拿铐子，拿赖打铐子这样。
们没锁的意思哦。卡住，要让人可以开路。没有，要再打那种点香的时候，哎，顺便没有，有关啊，有上锁啊，卡一下。对对对，我马上有一个习惯。我们那时候，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然后，因为我大概中文它是有一些植物什么什么成分在里面，然后喝了之后我也没有很想睡。可是每个人现在都有睡眠的障碍，大部分年轻人，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烦恼跟未来的展望，我们都有很多的蓝图要计划，你知道吗？对，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你问题的重点是睡不着。医生，你是听着他讲一大堆宣言，我头都晕了。不是，哎，你是医生，心中的 What do you want？ 就是说我们睡眠水现在很红，而且还大缺货。没有。然后网络上现在医生傻眼了。哎，现在因为在日本一瓶大概45到50块台币，可是现在网络上一瓶卖100多代购。所以你是希望得到？得到就是说我们睡不着，我们去找的方式可能还是睡不好，可是睡不好我们还是睡了，但终究有黑眼圈跟眼袋，那怎么办呢？哦，我听懂了。所以我的问题，喊妈，哎，来，上力。你知道吗？我的问题是有层次、有深度的，你吗？可以。医师，那我们要怎么分辨你是黑眼圈或者是泪沟？因为凹进去的构造它也会看起来是黑的，所以你要分辨的最好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你拿着镜子，对，然后呢，神秘吹头发竟然用到这等级。对，像我们长头发的女生啊，真的是头皮真的最难吹干。这个厉害，这还真的超强。你看你站这么远，对不对？不要，你看老师的衣服这么远，你看。